NASA says its Voyager 1 probe, the most distant human made object in the universe, is sending usable information to Earth again. NASA engineers have re-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with the Voyager 1 spacecraft, Earth's most distant emissary, after months of troubleshooting and glitch that had rendered the probe's transmissions unreadable. 这颗飞船距离地球已经有近二百五十亿公里，并且在太空中遨游了四十七年。是的，没错，四十七年。最近，NASA 工程师们成功地让航海家一号重获新生。经过几个月的故障排除，他们终于重新与这颗太空飞船取得了联系，让它继续在距离我们超过二百四十六亿公里的地方发回数据。 这一艘飞船不仅跑得远，而且一路上还带给我们无数惊喜和挑战。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航海家一号”和“航海家二号”这两位太空探险家的经典旅程。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科学突破？有哪些看似不可能的惊人发现？我们来一探究竟。航海家的起点。 让我们从一九七七年开始说起。九月五日，航海家一号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尔角发射升空，而他的双胞胎兄弟航海家二号则在这之前的八月二十日已经踏上征程。这两个探测器的原始目标非常简单：探索我们的太阳系巨人木星和土星。听起来很直白，对吧？但事实上， 这两颗探测器完成的成就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绝对是超神发挥。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超过了最初的任务要求，成为了历史上最长寿的太空探测器。令人惊叹的初步发现：航海家一号和二号最初的任务是探索木星和土星，当时。 这些气体巨行星对我们来说仍充满了谜团。航海家任务的第一个重磅发现，就是木星的卫星木卫一上存在活火山。这颗卫星表面有着最活跃的火山活动。这个发现震惊了所有的科学家，因为我们之前从未预料到，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有如此剧烈的地质活动。接着。 航海家二号又飞越了天王星和海王星，并发现了许多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海王星的风速达到了太阳系内最强劲的记录，每小时近两千公里，几乎能把一切都刮飞。而且，航海家二号还发现了海卫一上的冰火山。你没听错，冰火山。这些火山会喷出结冻的氮气和冰粒。 像是一台巨大的太空冰沙机，这种画面在地球上根本无法想象。飞出太阳系，挑战极限。除了探索行星，航海家探测器们还有更宏大的目标，那就是飞出太阳系，进入星际空间。二零一二年，航海家一号成为了第一个飞出太阳系。 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这个成就不仅让我们跨越了太阳系的边界，还让科学家们有机会研究日球层外的星际环境。你可能会问，什么是日球层？简单来说，日球层是太阳的磁场和太阳风影响的区域。而当航海家一号穿越日球层顶 （Helios） p 它正式进入了。 不受太阳影响的星际空间，这是人类探测器史上无法企及的壮举，开创了人类探索星际的全新篇章。在星际空间中，航海家一号和二号发现了宇宙射线的显著增加。这个发现颠覆了科学家们对星际介质的理解，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外太空的复杂性。 这些数据为未来的星际探索打开了大门，也让我们对太阳系外的世界充满了更多的好奇和疑问。航海家探测器如何一直保持运行？你可能会问一个重要问题：航海家一号和二号探测器是怎么在接近五十年后还能运行的？答案不是魔法，而是科学的奇迹。 航海家一号和二号使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热电机，而 T G 通过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来发电。这些能量足够让探测器的基本系统和仪器继续工作，但它们的电力正在逐渐耗尽。NASA 预计到2030年，这两颗探测器将会完全耗尽能量并停止运行，但在这之前，它们还会继续工作。 继续发挥宝贵的数据，而且这段期间，NASA 也在尽可能地省电，关闭非必要的系统，让它们能运行更久。你能想象吗？我们的手机大约两年就坏了，而这些探测器却在五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发挥太空的讯息，真的是科技的奇迹。太空时光胶囊金唱片。 除了科学发现，航海家探测器还带着人类最特别的一件货物——金唱片。这些唱片是人类留给宇宙的时光胶囊，里面装着五十五种语言的问候语、地球上的音乐作品，甚至还有大自然的声音。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查克·贝里的摇滚乐，这些声音代表着地球的多元文化。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NASA 希望，如果有一天这些探测器被外星文明发现，这些金唱片能够传递出我们的存在，让外星生命了解我们这个美丽而多样的星球。这些金唱片不仅是艺术的象征，也是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心和对宇宙联系的渴望。当我们遥望星空时，也许有一天。 某个外星文明会捡到这些唱片，并对地球的故事感到惊叹。航海家计划的遗产。四十七年的时间，航海家一号和二号告诉了我们太阳系边缘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对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及其卫星的理解。我们发现了木卫一上喷发的火山。 发现了木卫二冰层下的海洋，甚至揭示了海王星和天王星这两颗神秘行星的更多细节。这些探测器不仅仅是科学仪器，它们更像是人类探索精神的象征，代表着我们对未知的无尽渴望。它们的飞行轨迹不仅连接了我们与太阳系的每一颗行星，还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星际空间的奥秘。 航海家计划的伟大遗产远不只是那些惊人的科学数据，它们代表着我们对宇宙的探索精神，也提醒着我们，无论多么遥远的边界，我们都能够勇敢去追寻。未来展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航海家一号和二号将继续飞行，远离我们的太阳系。 进入更深邃的星际空间，科学家们仍然对这些探测器的未来感到兴奋。他们可能会在星际间漂流数百万年，成为宇宙中的永恒见证者。虽然我们不知道最终他们会飞向哪里，但可以肯定的是，航海家计划的影响将持续很久很久，甚至可能比我们人类文明还要长久。想象一下。 未来有一天，某个未知的智慧生命可能会发现这些探测器，并从中了解我们这颗蓝色星球的故事。航海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距离多么遥远，时间多么漫长，我们的探索精神将永远存在。我们可能无法预见所有的答案，但我们的好奇心将驱动我们去寻找更多的未知。 这就是航海家一号和二号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我们不断探索，永不止步。谢谢您的观看，请继续关注并观看有关新科技的影片。